台联专属赏金，红尘的故乡，红尘定财宫。这里就是红尘读高中的学校。他特别爱吃西瓜，他每天中午都会带一大包零食，然后睡前再吃，睡中再吃，睡后还在吃。红尘加油，学姐加油。我叫李文杰。我叫潘一丹。我们是红尘的好朋友。2009年的时候，我们三个人组成一个乐队叫蝶区元素，我是吉他手，我是键盘，红尘当然是主唱啦。这里就是我们以前排练的地方。我们两个年纪呢都比红尘大，然后我跟红尘住一块儿，所以他叫我老妈，他长得比较老，叫他大叔。有这么老吗？超级八卦，超级爱管闲事，老想把我和李文杰凑一对，还有天天在我面前讲说，老妈，我要一个完整的家，你给我找个老爸爸。记得我们去学校演出的时候，那学校礼堂基本上都坐满的。有一次红尘唱得特别的投入，而且状态发挥得特别好，居然把下面的观众都有感动到，甚至有的人都已经哭了。他自己也很激动，然后我们演完之后往下走的时候，他就对我说，老妈老妈，我把人家唱哭了。站在这绚丽的舞台上，想你绝对就是最棒。无论你走得多么的远，我们都会陪在你身旁。一起说好想你，很想你，我们真的很想你。黄晓晨，我们来了。还记得这是我们乐队的第一首原创歌曲吗？今天我们第七元素乐队又在这里重聚了，为了我们有着小小身材大大能量，永远都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红尘，加油。下面请听红尘演唱《天高地厚》。想拥抱，怎能握着拳头？我们还有很多梦没做，还有很多明天要走，要让世界听见我们的歌。时间尽头多寂寞，你的身边一定有我。我们说过不管天高地厚，
谢谢红尘，我们也再一次请上我们的刘星。